香港回歸祖國25年，警隊亦與時並進。能夠可以個人參與到呢啲咁嘅儀式，簡直係一種光榮啦！亦都代表咗警隊嘅光榮。我哋整個大嘅國際會議，我哋都處理過一啲大型嘅災難。咁我覺得警隊係一路一路係走向更加專業化。科技的發展亦都係要令到我哋個組織更加去演變啊，同埋提升我哋嘅效率嘅。我最希望咧就係我哋警察係可以，無論喺國家安全啦、網絡安全啦、金融安全啦、公共安全嗰度咧，我哋可以繼續貢獻到香港，等香港每一位市民咧都可以咧盡量發揮佢嘅潛能，去貢獻呢個地方啦。亦都咧係可以令到自己嘅生活咧係更加美好。香港警隊不忘初心，盡力守護我城。警隊秉承過去傳統，亦開展新服務，積極同未來接軌，同市民一齊締造更璀璨嘅香港。每一位警隊成員都會喺不同崗位繼續展示警隊嘅專業性同埋自豪感，秉持忠誠勇毅，心系社會嘅座右銘，砥礪前行，精益求精，致力維護國家安全，保護市民，守護我哋呢一個家，令一國兩制行穩致遠，保持香港安定繁榮，與市民攜手共創美好明天。